唉，今日我哋要开箱，就系我哋最近都唔最近啦。一次，一二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要去开箱。今日开箱咧系一支麦，系啊，我哋买咗一段时间，但系都冇时间去试。呢支咧就系Boya BYMM1，好平嘅啫，应该嗰啲入门。咪咁就200多元咁樣啦，咁咧佢就聲稱相機啊、iPhone 啊、電腦啊乜都得嘅，咁我哋就唔知道有冇 iPhone 頭嘅佢，咁我哋開箱睇下。依家我哋嘅聲咧就係、是、iPhone 11自己收音嘅，咁一陣就會試下支咪係收到啲咩。佢打開是有英文的中英文的說明書，還有一張保養卡，應該是，但其實它是大陸製的，所以保養都是不是要去回連某一間店舖保養？沒有啊，在那裡他說只有七日拿回去那裡。但你過七日都沒用過。有個空的袋、應該會很快脫皮那些。嗱，佢系得兩條線。嚇、啊，咁但係又話 compatible with smartphones 嘅。嗱，佢話 compatible with smartphone tablets、DSLR cameras、consumer camcorders、audio recorders etc。佢樣仲係用 iPhone、iPad， 但係就唔支援呢個3.5mm 頭。唔係，係淨係支援 3.5mm 嘅頭。係喎，咁呢？呢個咧就係俾你鎖喺嗰啲相機啊上面。好似咁樣。係啊。咁佢有好多毛啦，黑色嘅毛。請問啲毛有咩用嘅咧？降噪咯。嚇！但係佢有兩個插頭，你點知用邊條？一樣㗎，唔同喎。睇下說明書。一樣嘅其實功能，因為呢個係彈性嘅。係有啊，有分別噶。嗱，直線呢條咧，呢條係 for smartphone tablet or Mac。曲線呢個咧就係 for cameras, camcorders, audio recorders， 即係相機啊嗰啲就係用攣呢條線嘅。手機或者 tablet 就用直呢條嘅。有一個分別咧，就係電腦嗰啲咧。就用三條痕的。哎呀，我知道為什麼他說 smartphone 是可以的，因為以前的 iPhone 呢不是那個 Lightning 的掣，他以前還有 3.5mm 的插頭，所以正常來說應該是可以的 iPhone， 但是現在就沒有了。不要緊，我們都可以試一下收音功能的。好像我們那個三軸腳架是有得插外置麥，所以我哋插入去 iPhone 應該會收到啦。好，我哋換部電話試下先。因為個 iPhone 好似唔 support iPhone， 咁我又用我部手機錄啦，試下用麥嘅版本。刻在我心底的名字。忘记了时间这回事，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。冇麦嘅版本。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忘记了时间这回事，于是谎言说了。一次就一辈子。咁我哋试完支麦咧，就发觉用麦收音咧就唔会爆音，用手机收咧就好多个位咧都会爆晒啊、拆晒咁样。同埋咧，我哋间屋咧个收音咧就会有啲回音空旷啲，
如果用麥收咧，就會近翻啲，冇嗰個好遠嘅感覺。咁如果你中意呢支麥嘅效果，你哋都可以去買啊，200幾蚊嘅啫。今日介紹就到呢度啦，拜拜。